听到了我再告诉你。我生活中穿的都会比较的简单和素一些，对，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要以舒服为主。我觉得不忘初心吧，坚持一件事情是一件挺难的。我觉得作为演员能一直坚持好好的拍戏，在我心目中应该就是最溜的。放开手去做你想做的，坚持自己的那个，一定就是对的。我永远爱你们，家庭美满幸福。对。